家奉养的女汉子森蝶已经人尽皆知，可是田亮过得如此滋润，家里一定还有一枚小暖男。12月29日，田亮微博晒出儿子的背影照，并幸福地称弟弟帮爸爸挑内裤，挑了几件自己喜欢的颜色，霸气地拖着在店里转了一圈，交给爸爸去结账。照片中小家伙在商场仔细地为老爸挑选内裤，依然是背对镜头，右手拎着男士内裤拖着地，左手又在翻找新的同款内裤。优酷圈娱乐来个正脸嘛，整理报道。